硬拉世界纪录保持者，他今天也可能尝试300公斤的硬拉。他在66公斤创造过282.5公斤的世界纪录。Good lift, three wheel lights 非常轻松。下一把刘琦226公斤 ，bar loaded。Bye.
296公斤，成功了，他就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。311公斤。